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天亲菩萨的往生论所说的佛国土十七种庄严功德力，不可思议。这十七种啊，我们学到第十三，主庄严啊，第十二，我们从第十三眷属庄严啊，主是老师。眷属啊，是学生。诸菩萨众，由如来正觉之化化身也。这个眷属从哪里来的？啊，极乐世界可以说是纯而不杂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具足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条件，条件不符合就不能往生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啊，我们知道有菩萨，有二乘，有天人，也有修罗罗刹啊，人道里头也有善人，也有恶人啊，男女老少啊，还有畜生往生的，鬼道往生的，地狱往生的，多了。无论在哪一道，都要具备经典上跟我们讲的条件。啊，这个条件最主要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发心里面还有条件啊，《弥陀经》上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可见的这是重要的条件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总纲领总原则，阿弥陀佛决定不会违背。那基本条件那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啊，三学六度六合，这是基本条件，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必须要具备的啊，不能说这个净土法门例外啊，不要戒定慧，不要六度，这不可，做不到的。因为经上讲这个讲的太多了啊，净宗法门是普贤法门，跟普贤的关系最密切啊，这个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所以早年我在美国认识
黄念祖老居士啊，他在美国只住了一个月，回到北京。啊，我到北京去访问他。啊，他希望我在美国、加拿大、在海外建净宗学会。啊，这是夏莲老一生所希求的，在国内没有做成功。啊，只是提出这个名字没有成立过。啊，我非常非常欢喜接受啊这个理念。啊，实在讲，净宗学会就是以前的联社，啊，换了个新的名词，内容没有两样，啊，就是联社。啊，现在说联社，很多人不理解。啊，尤其呢，这都是宗教的名称，宗教的这个气氛很浓厚。啊，夏老有智慧。啊，他说我们佛教的道场啊，都应当用学院、学会。啊，学院呢，培养人才的地方；学会呢，是修行的道场。啊，这个想法了。非常之好啊，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成立的啊，我到那边去讲经，去住了一个月，讲完之后他们大家就成立了啊加拿大净宗学会的头一个。我从加拿大回到加州啊，在那边讲经，那边的同学就成立一个美国净宗学会啊，在不是在三藩市啊，是三藩市有一个小镇啊，桑尼维尔，杨一华那一帮同修组成的，现在还在。啊，这是美国第一个净宗学会。以后到处去讲经呢，好像美国跟加拿大一共有二三十个会。啊，现在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在离开美国之前，我知道有三十多个。啊，现在在全世界，净宗学会最多的地方是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听说政府注册的有50多个，没有注册的大概可能将近有100个。啊，净宗在马来西亚特别殊胜，啊，哪一个地区都比不上。真热心啊，这是好事啊！真正学佛的人多了，这地方就好了啊，社会安定了啊，这地方啊少灾少难啊。澳洲也有不少。也有好几个，净宗学会。澳洲是地大，人少，啊，人口居住都是密集在沿海，
啊，内陆啊很少人住。啊，所以沿海这几个大都市都有净宗学会。啊，那么净宗学会初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个缘起，提出具体修学的方法，五个科目。啊，我们所依据的净土五经一论，啊，理论跟方法都依据经教。啊，五个科目的行持上的科目。啊，第一个是净业三福。啊，这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处于观无量寿佛前，佛告诉我为提携夫人，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接着佛有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句话重要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凡夫菩萨修行成佛都依这个三条啊，这三条是净业真因，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们很明显能够体会到，第一条是凡夫的敬业，第二条是二乘的敬业，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的敬业。啊，那修行如果说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菩萨？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佛说了，这三个条件要具足。啊，那么第一条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我们做到没有？第二句“奉事师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孝亲尊师”。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能往生了。啊，所以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往生的人决定具足。啊，孝亲尊师应该怎么做法？我们把它落实在《弟子规》。啊，《弟子规》就是讲孝亲尊师的，从小教起。啊，慈心不杀，这第三句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因果教育。最后一句修十善业，
十善业道经啊，这一句里头，儒释道的根显示出来了。中国在过去啊，帝王时代可以说是每一个人从小都受这个教育，他根底厚啊，中国可以说自古以来历代帝王他标榜的都是以孝治天下，没有一个帝王不讲孝道，孝亲就会尊师啊，就会尊敬长辈。满清的末年，慈禧太后执政，对于中国传统就疏忽了，还讲，但是讲是讲，真做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啊，所以世间称他们叫伪君子，啊，不是真的，能说不能写。可是到民国的时候呢，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民国连伪君子都找不到了。啊，于是中国人在这100年当中把传统东西丢掉了。现在讲到儒释道，大家感觉到好陌生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连弟子规都不知道。我们过去啊，在庐江汤池小镇做了一个实验啊，办了一个中心，就是推动弟子规，就这一样东西啊，做了3年，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当地的这些人民欢喜啊，不晓得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啊，没有不赞叹的，没有不欢喜的。我们做这个实验是为联合国来做的啊，在那几年当中，我参加许多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每一次会议里头我都有主讲啊，我把中国传统这些东西介绍给大家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从来没听说过。可是会后我们的会友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聊天，很多人提出问题来问我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说这是理想啊，这个做不到啊，我是被大家这样一个错误观念激动的，感到非要做出样子来，中国人讲样板，你不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他不会相信。啊，于是乎我就想找地方来做实验。啊，在
啊，这个早年我在美国就找过，啊，在新加坡，在印尼跟澳洲，语言都不成熟。啊，我们想用一个小镇来推动这个，啊，中国传统文化《弟子规》的教学。2005年的年初，啊，春天，我记得是春天，我回到老家，啊，离开老家70年，回去看看，啊，还有一些亲戚，啊，同族的，啊，平辈的这些兄弟们。还有30多个人，啊，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呀，70岁回去了，感慨万千呐，啊！他们请我吃饭，啊，我把这些年在海外流浪的状况向大家报告，啊，就讲到。参与联合国这种事情，啊，想找个地方做实验找不到，啊，家乡这些，这父老兄弟听到之后，他们很热情，哎，就回来在我们家乡做，啊，当时地方领导也赞成，也欢喜，啊，这样就把它做成功了。啊，原先预想总得要2-3年才能看到效果，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啊，我们这一群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啊，证实了2桩事情。第一个是古人所讲的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真的是善啊，只是没人教他了。第二个真实一桩事，人民是非常好教的，怎么不到3个月他就回头了？他就从凡夫就变成君子了，啊，就懂礼貌了，良心发现了。不愿意做坏事了，不愿意欺负人了，真难得了。啊，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啊，但是按照中国法律上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如法。啊，因为我们是出家人身份，又是海外的人士。啊，政府的政策，啊，海外这个出家人可以回国探亲访友、观光旅游，这没有限制。不能从事宗教活动，我这个虽然不是宗教活动，是传统中国文化活动，但是是出家人做的，这不行。啊，所以中心最后还是关闭了。啊，先停课，以后就关闭了。啊，我们的老师现在有部分在马来西亚。继续在学习，啊，我希望他们个人认真的学习这个传统文化儒释道的3个根，啊，期间呢10年，没有10年出不来，10年之后
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我是两次访问过伦敦，专门去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这是欧洲汉学的中心。我跟他们交流，跟他们的教授也很熟。我对于他们的这些学习我很佩服。他们不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文言文的功底，用现在的话来说一说，那是相当的深。能读中国的文言文，能看中国传统的古著，这现在一般大学文学系都不行。我们都不能不佩服啊。跟他们在一起不需要翻译，都是学汉学的。今天一流汉学的老师啊，这教授啊，没有了。如果没有人沉船，汉学会中断了，那就真可惜。典籍都在，没有人能读了。所以这二三十个老师，他们发心沉船。也办小型的讲座，有兴趣修学的短期班，他们每一年大概是三次吧，一次是45天。海外人士有兴趣去学习的都欢迎，但是最好呢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这是个教育文化事情。有这么多人发心，汉学可以能够传承下去。真正有三五个非常优秀的一流的教授，汉学将来会发扬光大。我相信这些老师现在虽然是默默无闻，十年之后一举成名，我相信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些学校里面有汉学系的都会聘请他们去做教授。那么利用现在的高科技，网际网络跟卫星电视，要是有一个专门的频道，24小时不间断，这些人轮流来宣讲，全世界人都可以听到，从网络、从卫星电视来学习。这个样子，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我们也可以再附带一下，化解21世纪地球的灾难。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什么？灾难是人心不善的业所感得的。这佛经上讲的非常透彻了，儒道都不例外。
都有同样的一个看法。人如果心地清净善良，社会就安定，灾难就会化解。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学就是教我们做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啊，他给我讲一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上这个课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一门课就改变了我一生。啊，原本对于佛法、对宗教一无所知，而且产生很深的误会，以为它是迷信，以为他们对社会毫无贡献，对，完全错了。啊，老师给我讲明白之后才恍然大悟啊，世间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从这个之后啊，我几乎把其他全放下了，全心全力来学习经典。啊，学习经典期间，张家大师给我奠定了根基，啊，基本的观念。啊，接受李老师10年的教导。啊，一生学习释迦牟尼佛，啊，这张家大师教导的，啊，一生以用现在的话说，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教师这个身份出现在世间，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身份，讲经教学49年。啊，所以佛法真的是教育，它跟宗教不一样啊。它尊重宗教，赞叹宗教，它本身不是宗教，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大乘里头什么都学不到。啊，如果你学到的是迷信的宗教，啊，是宗教的佛教，你就错了。啊，我学习到今年60年了。啊，最近这10几年，我又发现了。大乘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同样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今天研究太空物理的，研究量子力学的，这些全在大乘经里头。大乘经讲的比他们讲的细，讲的透彻。啊，他们里面还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在大乘经典全解决了。
高等科学啊，因果确实是汉学的，欧洲汉学的大本营啊，所以汤恩比能够有这样的认知。啊，有这样英明智慧的指导，啊，我们很佩服啊。啊，方老师特别给我介绍的是华严法华。啊，这是大乘经里面一乘法了。啊，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主修的是楞严经。啊，我记得我楞严经曾经讲过七遍。啊，但是楞严经长，七遍好像只有两遍是三遍讲圆满了，啊，其余几次的语言不足，讲了一半了就中断了。啊，这个经在中国佛教界是很有名，就是所谓开会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它跟《法华经》等量齐观了。啊，这是我在经教里面修学的基础。啊，也是这三部经引导我回归净土了。啊，要不是这三部经。我对归净土很难接受啊，所以是华严、法华、楞严引导我归净土那么《往生论》里面这一条眷属庄严诸菩萨，这是往生的人，往生的人通通都称为菩萨。啊，即使他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的加持，他就是阿惟越致菩萨，他不是普通菩萨。啊，所以西方世界纯菩萨的法界，啊，这个里面身份只有两种人，你看，主老师，菩萨学生，啊，所以极乐世界什么地方？实在讲，就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所创办的，啊，特别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是为这些人办的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目标是什么呢？即身成佛，就在一生当中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换一句话说跟他完全一样像前面阿舍王子所说的到极乐世界是成佛去的成佛都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
神通、道力、福报，诸佛当中都是第一。这还得了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这一般讲这是理想做不到的，这阿弥陀佛做到了。啊，他怎么做到的？他发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他不为自己啊，都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最可怜了，迷得最深了，造业最重啊！啊，帮助他们一生成佛，他做到了。啊，用无界的时间，把四十八愿落实了。愿愿都圆满了，这一圆满，极乐世界就出现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学佛的人听得很熟啊。啊，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当中变现出来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往生，我们做不到阿弥陀佛那么圆满，至少也沾一点气氛，这个很重要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气氛，我们天天念，也天天念的时候就发心。他已经做到了，我们现在没做到。没做到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再去做。到极乐世界肯定会做到。愿愿要兑现呐。愿愿要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这个念头是不能往生的，一定为众生。为自己是小乘的，心量很小啊。所以他要求的是发菩提心，菩提心的心量没有边际。一想转念，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阿弥陀佛的心念念想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皆成佛。这前面读过，一切皆成佛。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迷了。我们成佛之后要帮助他觉悟，他觉悟他就成佛了。一切众生本来居住的所在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你本来住在那个地方，迷了之后这个世界不见了。
把华藏经络扭曲了，变成了六道轮回，变成这么一个世界。在这个里面受罪，都是一念错了。佛陀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希望我们回头。回头你就觉悟了。放下你就正果了。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包括遍地都是这样。全是莲花化身。莲花从哪来的？莲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他的念力这样成就的。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缘，我们自己的念力是因。我们有这个因，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助缘，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不是胎生卵生，那个要受罪的。莲花化身得大自在。莲花化身那个身相，给诸位说，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法。不是说像我们这边的说，人出生之后从小孩慢慢慢慢长大，不是的。这是话里头突然有个菩萨出现了，就是他来了。他修成了，他来了。他跟阿弥陀佛一样，自摸真经深深。体质相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跟阿弥陀佛没两样，48愿里讲的，如果有相好差别的，阿弥陀佛誓不成佛，他现在成佛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相貌是相同的，完全是究竟圆满的佛像。而且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肯定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们。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立刻就有能力应化到十方世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你就有能力了。这个能力虽然不是自己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你。你能像观音菩萨一样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这个现身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有意思，不会起心动念。是众生那个感的那个众生
他希望见到什么佛像、菩萨像，你就能如他的愿，就现佛像、现菩萨像。你就帮助他接引他了。没善根帮助他种善根，有善根帮助他善根增长。善根已经增长，帮助他善根成熟。现在世间乱，世间苦。佛菩萨应化在这世间有没有呢？不但有，而且很多。如果没有众多佛菩萨化身在这个里头，这世界就毁灭了。众生造业造得重啊，这佛菩萨有福报啊。他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灾难会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会减轻。这是菩萨无尽的慈悲也。冥冥当中在加持，真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还是以慈悲心的对待他，来照顾他，决定没有丝毫怨恨。这是大乘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往生，这些道理要懂，要真修。努力真干。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都算是圆满功德。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往生论上常讲三种。第一个是佛老师殊胜。第二个是学生菩萨殊胜。第三个是故土殊胜。就是道场殊胜。学习的环境太好了。任何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修学，都能够把无始无明习气淘汰掉。提升自己的境界。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相。第十四，受用庄严。受用是讲日常生活，受用大乘之法位、禅位、三昧位。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跟在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世界是业报身，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发财，你以为你很能干，有这个法了？不是的，你命里头有。你命里没有，你想什么样的方法，你都发不了财。你做多大的官，都是你命里注定的。
如果你本本分分的，你的一生会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你要是以为，我都要用一些损人利己的方法，来获得名利，错了。名利不是这种方法获得的，名利有的。名利没有，能不能获得？行，你要修了佛，佛会告诉你。命里没有财，佛告诉你求财。怎么求法？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只要你干这三样，这三种果报你一定得到。我是早年，也就26岁修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这个老人好像跟李老师同年，我26岁跟他，他那一年65岁。大我39岁，这祖父辈的。看到我这个年轻人没有福报，又短命，还好的是就听话，对老师尊重，我就占这一点便宜。老师愿意教我。苦命啊。他教我改变命运。人家命里的财库啊都有一些。我命里的财库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艰难。又短命。这个短命是造作恶业太多了。从小喜欢打猎。我记得打了3年了。抗战时期。10几岁不懂事。老师叫我修忏悔法，叫我3种布施。我跟老师讲，我生活很苦，自己过最清苦的生活，勉强维持，没有钱布施。张家大师问我，1毛钱有没有？我说1毛钱可以，1块钱有没有？1块钱还勉强。他就是，你从1毛1块开始布施，你要有布施的心。遇到缘分的时候，随分随力，你去做。我真听话。3种布施都修，学了2-3年，时间不算长，有效果了，收入它自然就多了，多了就多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
那当时我布施，因为过去杀杀生，所以我喜欢放生。啊，什么人去放生，我都会去参加。啊，拿一点钱，以后钱多了，布施一样。啊，钱送给医院，让医院告诉医院，啊，有穷苦人，这个交不起医药费的，我帮他交。啊，我到此地。我每个月啊，还帮助这边市立医院啊，每个月10000块钱医药费，一年12万，10年没间断啊。这里还有个安宁中心，天基督教办的，办得很好啊，那就是中国人讲的临终关怀。这个太重要了，啊，这个基督教很开明，啊，你临终的时候，无论用哪一种宗教仪式，他都会帮助你，他不障碍你，这个太好了，啊，他军费缺乏来找我，啊，我也是一年给他12万，啊，这个钱是属于无微不至啊。啊，意外的一些灾难，还有图文巴的年轻人吸毒。前面一个市长跟我很熟，他办了个戒毒中心，经费不足。啊，问我要钱，我说多少？要30万，我们如数给他，欢喜啊！啊，这些属于是无微不至啊。啊，灾难当中你捐助的都是水无为啊，这么多年来我接受人家供养大概90%都用在法布施上啊，这是印光大师给我的启示啊，印经印这些善书印的量很大啊，布施到全世界啊，乃至于不同的宗教，他们办养老院、办孤儿院、办很多这个社会慈善事业啊，我们也帮助。啊，所以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财布施、法布施、慧布施。啊，这60年来，确实财用没有缺乏了，不缺乏，几乎是心想事成。啊，法布施智慧增长，这就非常明显。大家听我讲经，年年不一样，这境界不相同啊！啊，无微不至健康长寿，我这一生没生病，啊，我自己没有什么医疗保险，我没有这些。我的医药费全部失掉了，啊，所以我不能生病，我生病没医药费，这个好啊，医药费不失掉了就不会生病了，哎，你要留一笔医药费在那里，肯定会生病，啊，为什么？那个钱是准备养老的，你一定会老，我没有养老的钱就不会老啊，
啊，没有医药费不会生病啊，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这老师教的呀，啊，张家大师教的，我相信他。啊，他那么大的年岁，他不会骗我。啊，所以学了就真干了。啊，活一天干一天，干的都自在。那么极乐世界的身，就不是业报身。所以他需不需要饮食？不需要。极乐世界天气好啊，没有四季，没有冷暖呢，都是很温和的。啊，衣着都非常轻软自在。啊，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啊，所以他们的受受用，你看大乘法位，我们也尝到了，啊，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天天读诵大乘经论，啊，与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我们的感受这多快乐啊！啊，乐此不疲呀！啊，所以有同学就怕我，年岁大了，一天讲4个小时，太累了。我告诉诸位，不讲经真累，讲经不累。别说4个小时，12个小时都不累。啊，越讲。越欢喜，法喜充满了。啊，我欢喜，大家都欢喜。啊，禅位、三昧位，啊，这都不是人间，连天上人、天人也享受不到。啊，色界天虽然是禅。那是世间禅，跟出世间的味道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法性身完全依靠的是心的。啊，法喜充满了，中国人古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遇到喜事特别兴奋，特别快乐。啊，那诸佛菩萨一天到晚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为什么？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快乐。看到众生能接受佛法。能听教诲欢喜啊！啊，那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知道，那业障太重了，要原谅他，不要去计较他，啊，让他慢慢的，业障消除了，他就会相信了。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业障真重啊！不但业障重啊，报应现前呐！啊，地受五助难庄严啊，这一句要对应我们现前的环境，我们感受会特别深啊。我们今天的处境灾难太多了。啊，个人的灾难是病苦，
是忧虑烦恼太多啊，这是个人的灾难啊。共业的灾难就是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啊，这些风灾、气候的变化啊，现在四季突变啊，春天、秋天几乎没有了，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啊，许许多多的物种不能适应气候啊，它就灭绝了。啊，物种的灭绝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粮食危机。啊，水资源的危机，将来干净的水没有了，这还得了吗？啊，能源的危机，啊，各种危机通通出现了。啊，我们学大乘的人知道，所有一切危机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密切关联。哪有什么自然？没有自然灾害啊，自然不会有灾害啊。啊，佛说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业力所感的。啊，极乐世界是业力，净业。啊，天人是善业。啊，三恶道是恶业。我们现在在人道啊，没有善念了。啊，善念、善言、善行都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在人道要受三恶道的苦。佛说的清楚，现在受的这些苦叫花报，受完之后到三恶道就是受那是果报啊，果报比花报是更苦啊。如何拯救现前的事，这个灾难啊，连李世民都说念佛，只有念佛。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念佛，灾难就化解了。但是人不肯念呢，说这是迷信，这不合科学啊！真的，大乘里面很多是超出科学了啊，科学不能解释。不是不能解释，现前的科学不能解释啊，或者是再过几十年，再过几百年，科学就能解释了啊。但是几十年、几百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啊。这一桩事情，只有深入大乘的人知道。啊，知道了，救不了这个世界，至少得救自己啊。化解不了世界的大灾难，至少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这些灾难应该把它化解，这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我们修行的功力够。我们住在澳洲，澳洲这块土地上不会有灾难。啊，功夫不够，
澳洲还是有灾难。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这个州、这个城市不会遭灾难，这是真的，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那么学佛的人越多越好，要真学，假学佛的人不行。啊，要真修，要真正把心态改变过来呀！啊，佛是什么心？佛天天教我们发菩提心。啊，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最明显的话表示出来，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没有虚伪啊，真诚到基础，叫至诚感同。我们能感应佛菩萨啊，真诚心的自受用，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啊，真诚心的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啊，要这样存心才行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他离苦是悲心，帮助他得乐是慈心。啊，离苦得乐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开悟，啊，破迷开悟啊！所有一切苦都是从迷来的，啊，真正的乐是从觉悟来的，啊，所以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众生，啊，无不是用教学的方法。用示范的方法，自己真正做出来给大家看。啊，示范教学，啊，这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救济呀！啊，迷要是破了，你的灾难就没有了，你业障就消了。迷不破，业障消不掉，灾难没法子避免。啊，觉悟就真正得路。啊，觉悟了的人法喜充满，觉悟了的人绝对没有忧虑，绝对没有牵挂，啊，绝对没有妄想。啊，觉悟的相是舍己为人。啊，人还有自私没觉悟。啊，他是轮回心，他造轮回业。啊，头一个把自己舍掉，无我了。啊，怎么个无我呢？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我活在这个世间，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这就是大菩提心。这能消业障啊！啊，有我就有业障，无我，业障就没落绝处了，业障自然就没有。只要你有我，就有业障。啊，只要有我，你的冤亲债主就能找到你，啊，就能找你麻烦。我没有了，冤亲债主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不就算了？那没法子了。啊，
所以你不知道无我的乐趣啊，无我就无助难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永离身心苦恼，受乐无间断也。哎，无我，有人，有众生。啊，有佛菩萨，我尊敬他，我向他学习。啊，有众生，我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帮助诸佛菩萨戒引众生。把佛法介绍给大家，快乐啊，受乐无间，永远是欢喜啊！啊，不见世间过啊，世间人所有一切过失，你不会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有苦了啊！众人造的过恶不放在心上，当然你就不会嘴上不会说。啊，为什么？你会同情他，你会怜悯他，你不会责怪他，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造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迷了自信，没人教他。啊，佛在《无量寿经》上都说得很好，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你不能怪他。啊，传统文化、大乘佛法丢掉了好多代了，你不能责备啊。啊，至少丢掉五代了。啊，我们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高祖父母或者知道一点也疏忽了，你怎么能怪？啊，佛教也是如此。啊，过去疏忽了啊，今天没人教了啊，我这一生感到无比的幸运啊，遇到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我都不能成就啊。方老师是接引我入门，没有他，我入不了佛门。我对佛教错误观念改不了。啊，我是一个坚固执着的人。啊，叫我改变一个观念，非常非常艰难。啊，也就是从小公告我们，目中无人。啊，执着自己错误的看法，啊，不是我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他没办法教我，我不相信他的。啊，就遇到方东美先生，啊，当时因为我是学抗战期间流亡。啊，所以想读书。啊，念书交不起学费，学历很差，没办法考学校。啊，但是，啊，我会写信。啊，文章还写得不错。啊，那些有名的教授，我都给他写信，有不少
都跟我回信约谈约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十几位有名的教授。啊，这十几位教授呢，最佩服的是这法师方老师。啊，而且我对哲学非常有兴趣。啊，我跟在学校不是在学校，不是在教室，在他家里。啊，他家里小客厅，一个小圆桌，啊，就是我们两个，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每个星期2个钟点，啊，这样教出来的，我对他感激五体投地啊！啊，特别知道，啊，这种教学法的因机施教。啊，我虽然学的不多，就是悟性比较强一点。啊，我能听得懂，我能体会。啊，这认识佛教了。啊，没多久，大概3、4个月，认识张家老师。啊，这是佛学大家了。专门学佛的啊，他教我的方法有特别啊，跟方老师一样，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啊，单独跟他见面啊，我跟他3年，他老人家往生了，68岁往生的啊，我跟他，他65岁。我佛学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啊，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我听话了，我真干了，啊，他叫我读的书，第一部书，《释迦谱》，《释迦方志》。啊，那个时候这书找不到，到善导寺、藏经楼借出来抄。好在这2部书分量不大，啊，我把它抄出来。那时候抄得很辛苦，大概一天可以写抄1万字，很用功啊。啊，因为藏经人家不准接触啊，只有利用星期假日空闲的时间，啊，到那个地方去拿借来抄，认识了释迦牟尼佛，啊，这老师教的，你学佛，你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你会走很多冤枉路啊。啊，所以头一个就要认识他。啊，那这2本书就是释迦牟尼佛传记，唐朝人说写的。啊，完全是记录经典上的经文。啊，知道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我们这才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目标。啊，学佛10几年之后，要将近20年。我讲《华严经》，认识了净土。啊，特别感谢老师。
老师非常辛苦，多次的劝导我，我都没有认真去体会，没接受。啊，在《华严经》里面才知道，文殊普贤都是修净土的，不但自己修，而且还率领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学习。这个景观呢，让我非常感动啊！大乘佛法里头，哪一个学人对文殊普贤不尊敬？那没话说的了。文殊普贤学念佛法门，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让我深深感动。啊，我在细细的观察善财童子，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当然跟老师一样，啊，仔细一看果然不错。啊，53参里头，他所修的就是念佛法。啊，虽然到处访问，增长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但是他修学还是念佛。其他的法门知识，他听了明白了。了解了就够了，不修。啊，自己修的每一天还是老实念佛，没改变。啊，到第53参最后，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的多元宗教，对于任何宗教我都尊敬了。啊，我都知道那殊途同归呀，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啊，我都学，我都听，我都去读，但是我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是从善财童子53参里面学来的。啊，什么法门，什么样的这个教都能包容。啊，只要它不是邪教。啊，都欢喜，都赞叹，都礼敬，都供养。啊，这些年来结的缘很广很深。啊，所以才永离身心苦恼啊，自己的利益了。受乐无间断，那这是广泛的利益。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所感受的都是乐，啊，没有忧悲苦恼啊，没有这东西啊。第16大义门庄严，什么是大义？这有解释，净土是大乘善根界。啊，戒是个戒心。啊，净土是大乘善根。
一切平等清净。啊，净土法门，一切两个字，含义深广无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无疑不是平等清净。为什么称心呢？法法皆如，法法皆是。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讲得好啊，那是高等科学。显一体，一体是自性，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自信清净心，真心啊。也叫法性，为什么？它能生万法，它是万法的本体啊，所以也称它做法性啊。对自己来讲，自信。对万法来讲是发现，自性跟发现也不行。这个自性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家对它没办法，你找不到它。它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虚空是它变的。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它不属于这三种现象，你找不到了。科学决定有个对象，它没对象，但是它存在。啊，是一切法的本体。从一体呢，就其二用。啊，这个其二用啊，就是《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嗯，它起作用了。第一个作用，依报出现了宇宙；第二个作用，正报出现了自己。啊，这个诸位要记住，正报只是讲我自己，不讲别人。为什么？别人是我的依报，自己才是正报。啊，自己之外全是依报，啊，诸佛菩萨都是我们依报。啊，所以依报里头有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啊，情与无情全是依报。啊，其二用啊。这两种作用它有现象。这个现象呢，科学家可以研讨。啊，但是这一体自心清净圆明的，他圆不了。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所以佛说，这桩事情为正方知。啊，
你不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永远圆不到。放下分别执着，它就在现前。啊，这叫恍然大悟啊，彻悟啊。啊，佛法跟科学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一点。除这个之外，它跟哲学完全相应。它比科学高，就高在此地。啊，这三种周边是现象。第一个，周边法界，因为起作用这个缘是波动，波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波什么时候动的？没有时间。所以叫无时无明。啊，无时无明是个缘呐。这两种作用起来了。那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全都是动的，没有静止的。啊，这个波动现象，它才动，就周边法界。你说这速度多快？啊，绝对不是光电磁能够相比。啊，太阳跟地球距离并不远，太阳光照在地球上要8分钟。啊，物质现象的波动跟精神现象的波动才波动啊，已经周边法界了，怎么能比？不能比啊。啊，这个事情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啊，弥勒菩萨所讲的完全正确。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周边法界，所以法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啊，我们起个念头，不要认为不是别人不知道，那是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全知道了。啊，念头才动，完全知道。啊，第二个现象，畜生无尽。念头一动，整个宇宙起变化，这就是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这个心才动的时候，物质外部境界就起变化了。啊，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好？极乐世界人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那个世界就那么样的安定，那么样的永恒。美好，它不变。啊，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化这么大？你看，比在历史上，比其他的朝代变化大太多了。为什么呢？现在人那个脑子里所想的比从前人复杂，就这么道理。啊，以前人起心动念还有个道德范围规范着它。纵然有超越，而不离谱，啊，不太过分。现在道德规范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宗教教育没有了，啊，人的妄想，人的恶念，没有规范了，那还得了？啊，所以感得的是社会的动乱，
啊，社会秩序没有了，会有一天社会秩序全部崩溃，那大灾难就来了，人祸。啊，另外一个手感就是我居住地球，啊，灾难就特别多。啊，这个灾难真正的因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啊，我常常讲解叫它做五毒啊。啊，佛经上常讲贪嗔痴三毒啊，这两个加上叫五毒。这个五毒就把世界破坏了，啊，贪婪、感应的水灾，啊，南北极的冰融化了，海水上升了，科学家估计，全部融化，大概会上升50米到70米，现在。陆地和沿海的边缘城市全部没有了。啊，贪婪所干的呀！啊，海啸也是贪婪的。啊，嗔恚所干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啊，温度上升，啊，地球温度不断上升，这是发脾气啊。所以学佛的人，如果不高兴发一顿脾气，你就把地球温度又加高了一点了。你干这个事情，啊，愚痴风灾，啊，飓风。啊，龙卷风破坏的力量非常之大，不亚于海啸、风灾。啊，傲慢对应的是地震、不平啊。啊，大地就震动了。啊，怀疑。那是所有一切罪恶的根本。这个怀疑是对什么呢？不是普通的怀疑，对于圣贤教诲的怀疑，对佛菩萨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对圣贤教诲的怀疑。啊，怀疑你就不信他了，你就不学习他了。啊，那么贪嗔痴慢疑出来了，贪嗔痴慢出现了。啊，这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地球上种种灾难的根本业因是什么原因？啊，居住地球上人天天在造业，无止境的在造业，你能叫灾难不发生吗？啊，去祈祷有没有用啊？有用。啊，真诚心祈祷，祈祷是治标不治本。啊，大灾难时候祈祷，会把这个灾难化解了，不是真的化解了，退后了。啊，现在都不爆发了，或者爆发的时候爆发很轻，不严重。这祈祷有力量啊！灾难没有了，过了几天人就怀疑不相信了，根本就没有灾难，你们那个祈祷是假的啊！说灾难化解归功你们，你们胡说八道，都不相信啊！于是造恶的时候越来越严重啊，这就又来了。
啊，越往后延，就灾难就越严重。为什么？这累积的恶业嘛，越深嘛，爆发就越严重嘛，就这么个道理啊。啊，现在很多灾难都应该是在99年、2000年发生的。啊，那个时候，全世界人祈祷。啊，古老的预言上说的嘛，世界末日。啊，我相信每一个信仰宗教人都会为这个事情祈祷，推迟了，啊，推到现在爆发了，啊，现在这信息传过来了，如果大家能够相信，啊，认真的祈祷，2012的灾难没有了，啊，没有了，大家又会说，这假的。不是真的，玛雅预言是错误的，啊，大家拼命在造恶业，啊，过几年又来了，更严重，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也有预言的时候，我听说，2012不是最重的，现在开始，啊，今年是灾难的开始，啊，小规模的。啊，明年会严重一点，不是最严重，最严重应该是2013、2014，这最严重。啊，古时候遇到这些自然灾变，人会反省，会思过，会忏悔，会改过自新。那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啊！所以从根本上解决是圣贤的教育，是宗教的教育啊！但是现在宗教都一昧走上歧途，把宗教教育疏忽了。啊，我去年访问梵蒂冈，啊，跟教皇见了面，啊，教皇指派陶然枢机主教，啊，跟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他们也谈到地球灾变的问题，啊。我是给他建议，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应当把宗教教育恢复起来，这才是治本的方法。啊，宗教教育只要有个每个宗教有个10个8个好的传教士，啊，把这个经典呢讲透。讲明白，啊，利用这个网络跟卫星的教学，让全世界人都能够听到。啊，他们有能接受宗教教育，我相信良心都能换起来。这才是真正治本的办法。啊，不然这个灾难无法避免。啊，这些主教们也都能够接受。啊，希望我们要快速度的落实，不能再拖延，拖延来不及了。啊，赶快落实。啊，我觉得这不是个难事情。啊，我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到今年53年了。啊，53年，你看我们用这些工具，啊，用网络大概有20多年了，用卫星呢，
今年九年了，我们是从2003年元旦开始的，用卫星传播，确实收很大的效果，这是可以提供给每一个宗教做参考的，我们要认真努力，而且宗教要合作，要密切联系。宗教最好互相学习，我们带头，去年我们聘请汉尼夫先生，教导我们古兰经，我们底下继续要聘请讲解圣经的老师，犹太教一个长老。他告诉我，他们有600条戒律，我非常向往。他也答应我，会到找适当的时间到我们学院来讲他们的戒律。犹太教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的东西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他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值得参考，值得学习，这才真正是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古圣先贤是一个真神的，世界才能恢复秩序，恢复到祥和。人类才真正能回归到幸福美满。现在的人太可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